I will sing.
文，我從細都有唱呢首歌，咁今日唱俾你哋 ，so thank you。咁梗係好忙嘅，咁啊，但係我諗我嘅理財嘅方向就係我自己睇，我自己都會睇關於即係所有嘅新聞，咁財經都係其中一樣我自己會有留意嘅。咁啊，但係即係去到真係
做 execution 嗰樣嘢，咁我諗我都係會交翻俾專家做啊。咁我即係、就是、我喺恒生有户口，咁啊交俾銀行搞算啦。咁有啲嘢我即係、就是、可能話俾佢聽，我想點，咁佢會啊 suggest 咁樣會啊咁樣方向 OK 喎。咁我咪喺人，因為如果要全部自己處理曬，我諗幾辛苦嘅一件事嚟嘅係。上咗岸，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又唔會形容自己為上咗岸嘅。咁我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幸運嘅，因為我自己做緊嘅工作係我自己嘅夢想嚟嘅。咁我就冇乜點諗我退休，但係都一路個夢想一路去 evolve 咧。咁我會想有唔同嘅階段想做唔同嘅嘢。咁例如我而家想做多啲教育嘅嘢。咁教育就冇咁話快可以開花結果㗎啦。咁就所以都要諗辦法去即係有啲收入嚟資助自己呢啲，繼續去資助呢啲夢想去長大。咁所以最好可以係自己之前儲落嘅嘢，可以一路慢慢可以幫到我去繼續完成我夢想咯。今晚呢個活動我就係表演者啦，我咁又會講下嘢啦，係啊，我其實係啦，咁啊，然之後我又係。啱啱同恒生有個合作，咁就係喺佢哋廣告入邊出現啦。咁其實又做咗佢哋廣告音樂啦。咁啊，其實係係咯，呢幾個身份啩，我諗係你意思係拍廣告係喺呢，即係我自從做咗評判呢個咁嘅崗位之後咧，咁啊時不時都會有咁，但係。去到咁即係咁深咁緊密嘅合作咧，呢個係第一次嚟嘅，即係同恒生銀行係，咁係即係都係一個幾大嘅 surprise 嚟嘅，係我今年入邊係啊。我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咧好食到好犀利又得，即係好揀擇又得，但係好簡單又得，因為我哋嗰個行業關係咧。咁啊，好多時係會即係，譬如我喺紅館做 show 咁呢一排食得最多嘅就係飯盒啦，即係各式各樣嘅飯盒。咁所以我哋即係當有機會同朋友聚埋一齊咧，咁我哋有陣時會 book 啲私房菜啊，咁啊亦都會去試一啲即係真係好刁轉嘅菜式。即係我係其實中意挑戰自己嘅味蕾嘅，咁我係可以食到好辣又得啦，可以食到。好西化又得啦，好即係我夠膽試嘅，咁所以喺試入邊其實亦都會有陣時係會，好似你問我嗰個問題一樣啊，就係、是、會間唔中會啊呢、這個咁嘅 combination 可能係一個即係可以將化成為一個音樂 idea 都得嘅喎，咁係亦都會將佢即係其實所有我哋遇到即係我哋做創作嗰啲咧，好中意揾啲新嘅刺激，咁其實。食物都是其中一種我哋嘅刺激嚟咯。啊，佢咁我諗即係最啱數應該係清姐啦。咁啊，因為都識咗十幾年。咁我哋係佢咧就係一個非常中意睇演唱會嘅人。我哋識嘅原因咧就係我係佢即係買飛嘅 source 嘅，係長期佢揾演唱會飛就係即係喺我嗰度，我就識唱片公司，咁然之後我又識佢，咁佢我都會同佢傾，即係差唔多我 keep 住每年會起碼見一即係兩個人食一次飯，咁啊傾下，今年搞乜啊？咁啊，咦你睇今年嘅方向點啊？咁我又未至於即係我會話俾佢聽我諗緊啲乜嘢啊？睇下佢，我又唔係話。叫直接俾投資意見我嗰啲嚟嘅，咁我會，喂，我咁諗啱唔啱啊？即係如果我咁樣做，即係會用一個我有個諗法，然之後問下佢，即係睇下佢會認唔認同咁樣嘅方式。咁我今年嗰餐飯未食嘅，咁咁啱撞到，咁就約緊今年餐飯。啲啦，咁有啲係愛莫能助嘅，老老實實，有啲演唱會都真係愛莫能助。咁我自己做嗰啲，咁當然冇問題啦。啱做完梁咏琪，咁佢要買飛，咁好容易啊呢啲。其實我同佢係，我點解會揾？因為我自己提議揾佢，我係 Celine 係我係佢 uncle 嚟噶啦。我係因為我識佢嗰陣時咧，佢係七歲，我第一次同佢合作係。他就已經是嚇親人的那些能力是
咁啊一路都 keep 住時不時，因為佢變咗做一個，其實係我一個即係音樂製作嘅學生。咁佢又跟我學音樂製作，咁誒時不時會見下面。咁佢又一路 keep 住有，即係我又好中意同佢合作唱歌，咁所以一有機會我就會捉佢嚟同我一齊，即係一齊表演咯。咁啊呢個唔係第一次，因為呢排即係舊年都一路有，我一路有合作好多嘅，誒同阿 Celine 係。咁啊，邊個？我諗下先啊。其實最近我覺得多咗好多即係創作人，即係有創作歌手。我其實中意同啲唔同嘅創作歌手。即係其實個個我都想試一下嘅，咁譬如有啲我師弟，其實我最近都有同佢林家謙，係啊，林家謙佢都即係佢同我即係都係成日室嘅，咁我哋都有最近都有間接地合作過，即係有機會可以玩一下都開心嘅。咁你頭先 Mira 我就唔知遠水路啱，其實喺阿 Gigi 嘅演唱會入，梁詠琪演唱會入邊，阿 Eden 都有唱咗一首歌，咁佢都原來有自己寫歌，咁我好欣賞自己一手一腳去做音樂嘅人，咁啊個個我都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亦都有自己去教好多唔同嘅製作音樂嘅學生，咁但凡係埋嚟啊，我好中意同佢玩，即係係啊試下。同唔同嘅人合作係可以撞到啲新嘅嘢出嚟咯，係啊。